原来是你在搞我，以后你也不用再看见。韩子卿乃孤岛余孽，他一日不死，王上便一日寝食难安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法子？南诏与天阙局势紧张，韩子卿必然十分警惕，不敢离天阙半步。唯有轩辕离歌能令他涉险。当真？此前本宫已派人将此处清理干净，就等着韩子晴上钩，如今有大国师帮忙，就更加万无一失了。庆妃娘娘果然好计谋，老夫真该早些与你合作才是。得成朋友，这是一对传音石，即使相隔千里也能相互传音。你把这个传音石卡在琴弦上，当你开始弹奏，即使我在千里之外，也可以通过这个传音石听到你的弹奏。
这声音怎么回事？李哥，血针我不是已经拿回来了吗？娘娘，红姨，你先出去。是。子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好像知道轩辕离歌的消息了。他在哪里？现在还不知道。这个是轩辕离歌送我的传音石，刚才他有动静了，只要顺着这个声音就能找到他的位置。走，我们去找他。哎，不行，你现在病刚好，不能冒险，我一个人去。不，我要跟你去。我恨不得现在就要杀了这个狗贼。不行，现在情况还不明确，我一个人去的好。子晴，难道你是打算去救他吗？我就知道你跟那狗贼交情不一般，怎么会为了浩南大义灭亲？是我看错你罢了。芊芊，我和轩辕离歌毕竟是曾经的师徒和朋友，我一定要先找到他，问清楚事情的真相。若真是他所为，到时候要杀要剐随你处置。芊芊，我一定让他给你个交代。要不你等四王子回来商量一下再去。现在血证明明在我这里，声音怎么传过来的？我担心。应该就是这儿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进去看看。好。娘娘，小心一点。好像是结界，难道离歌和孟婉月真在这儿？原来是你在搞鬼，四王妃，你总算是来了，我已经等你很久了。轩辕离歌呢？死到临头还记挂着别的男人。以后你也不用再弹琴了。娘娘，